哎、欸、啊！我怎么没辦法有？为什么？人家朋友吗？哦，真的。我记得我选右边宝宝蛋的话，就会直接终点，所以我们就不进那个右边了。少了什么？就是有，真聪明，当然不会忘记最经典的玩法啦。拉弓，那我可以作弊吧？可以作弊，气了就只会作弊而已。像我们这种没有直接进终点的，哎、欸，没事、欸。哦，这啥、啊？啊！哦、啊，我刚刚才没事，为什么这个又会出事情？哎、欸，啊，哎、欸，过了，好快哦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看一下。哦，它会触发是不是啊？哦，我好像懂了什么，它是有什么几率对吧？它是有踩一定的几率，就是看你就是你衰不衰啊。如果没有陷阱的话，那代表你很幸运，你可以直接走过去。我突然懂了什么？没有，我随便乱拍的，讲真的。那么想跑酷啊？不，那个敲击的东西会那个敲击是销毁，那个两颗贡丸，两颗贡丸，扑克牌，这个有双。阶段的、哦，是哦，火圈，穿越火圈，不然你就变成烤全羊了。没穿越就变烤全羊，哎、欸，这样碰也不会烤全羊。六，怎么丢小米探路？六，然后呢？没有然后了，这么快的吗？那二阶段。没有阶段，真的终点吗？不可能吧！咦，我怎么……哎，果然不，真的不可能！炸虾虾团长，什么啊？再说一遍，那只能走边边。哦，来来来来，哎、欸，不一样，呵，反正应该都是炸弹的、啊，不用。不用想，都是炸弹啊！都是炸弹，都是炸弹，都是炸弹！哎，我就知道，妈妈妈妈，然后两个跟我，这个球怎么那么难上啊？我就问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啊，怎么还在敲？这书怎样？我知道了，这下。站着等，别搞哦，别搞哦，咱们别搞事哦。这个还会触发吗？不会触发。这个会触发吗？啊，你看又触发了。大家等一下就好了。对，这个呢，没有。OK， 来扑克牌，扑克牌走边边啦。你是不是在给我偷动啊？是不是在给我偷动？是不是偷动？哎哎，这个。哎、欸，不是移动。哎、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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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下面是个风圈，然后这个应该是风圈。哎、欸，乐咖看我直播，不是吧？哎、欸，不是吧？啊，那个小丑脸。所以我们应该是不是绕过去会比较好？这个一定是绕过去。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哎，我就知道，
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这样。需要完成任务才可以通关，真的会有很多气球，只有五颗气球戳破后会有星星。过程中会有攻击，需要小心一点。五颗星星全部收集完，传送门会出现。好了，准备好了，开始。五颗星星嘛，羽毛吗？羽毛。找到星星，这是要戳破气球对吧？哎，我看到星星了，我看到星星了，这还要点，这还要点星星。干酒，这还会继续，那碰到会怎样？羽毛不是装饰，我看一下。哦，这小丑会那个攻击。好，下一个是什么？看到，看到。这一定要先把气球拿下去。哎呀，这小丑啊，不要干扰吧。哎，怎么越来越陡了？是不是越拿越多星的话，难度就会增加？哎呀，这个小丑不要搞啊！这小丑别搞啊！难难难！哦，顺便借吹走，吹到这边，刚刚好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在这边。难难难难难难难！哎 ，OK， 恭喜通关愚人节快乐，感谢游玩。前方 cos 装已经可以拿，终点也是真的了。我先去打卡去啊，打卡去当个封面。好，这样就好了。哇，好酷哦！这个老六图，